0512-0512-0614对或错。记得两个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43画五天不洗头，或是总笔画37画痘痘爆掉。应该都很简单嘛，都跟皮肤有关的，五天不洗头，蓬头垢面。哦，真的，好厉害哦，臭气冲天。对，但是很多女生是司空见惯，有人不洗、五天不洗头，麻烦嘛，头发长嘛，是、嗯、也是，这个比较可能43画。那这个痘痘爆掉呢，非常疗愈。超疗愈的好、啊、网络上不是有几多多影片吗？有，是不那都几百万观看呢、欸啊、对呀、啊、超好看的，哇，好像 好想拿来涂奶油那个吐司面包。哦，有一种痘痘是会血流成河的，就是这样血出来，然后这样子一堆像气死的感觉。哦，所以你想血流成河也可以、欸、空城生退、嗯、对，千疮百孔，千疮百孔，触目惊心，触目惊心，触目惊心、哦、对。所以你有选哪一个？43跟37，我选笔画少一点的。哦，痘痘爆掉，痘痘爆掉，来，请锁定。五天不洗头到底是哪四个字成语？应该都不难，来，请看。藏污纳垢，藏污纳垢，但藏哦，有时候写一写太多了，可能会笔画错。垢也不好写哦。来，痘痘爆掉到底是哪四个字？待会拿笔芯拿起来。好，一分钟时间哦。嗯。你要清楚写字再写密码，不要乱了。字不用写太大力。这个面板写在那个房屋写不出来，你会越来越紧张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一分钟，痘痘爆掉，请出题。皮开肉绽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开，还没开始，简单，皮开肉绽，怎么爽成这样？对呀、啊，来，计时开始，一分钟开始，清楚，清楚，清楚。笔画，蛮美的字哎，清楚，清楚，对不起。跳起来！进去！你没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习惯，开药单也不会先清除。好，停，花了30秒吗？38，也就是错的话还有22秒，好不好？总共一分钟嘛。对，字很漂亮。0512-0614对或错？啊，恭喜！哇，钱都飞出来了！恭喜你，21000！啊，你皮又，你不是皮又漂亮，是字又漂亮，皮又漂亮，什么东西？谢谢谢谢谢谢，也对啦，皮肤也漂亮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行长，谢谢乡里。你是我开播到现在让我最迷糊的一个人。对，所有答案都已经讲不出道理了，但他最后还拿字，写的第一次正确答案，就表示他内在很厉害啊。对，但是他说的对。你看钱拿那么久，他也不拿了，还有馆长一直拿他。一起的，谢谢来，谢谢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, 谁敢来 battle?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